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7月21日，也是开服第二天，进入道德天尊。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了有一堆兑换码，进去赶紧兑换一下试试看。好的，我们先来领取一下啊，这个东西没啥东西啊。来，今天我们这个体力先满了，刚刚才满的，我们先去打一下天灾地宝，这儿马上26级的，我们现在是25级啊。我们主要是体力一用就可以了。今天该买的东西，我们先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买，好吧？每日特惠哦，这个领取一下。我们先升个26的话，每日任务做完。看这给200的经验，26了，好，直接去打，好，打完了，然后呢，应该还要再打两次，咱们帮已经排到第28名了是吧？哎，没关系，我们把前人都锤了就行了。等之后有活动，因为这游戏我们玩的时间长，高战以后会来我们这里的，因为我充的多，我看我们这个区其他人都充不了什么钱的，没关系的。逆水寒那个游戏好玩，是的，是的，但是我们做那个游戏没有很大优势，因为我们主要是氪金，但那个游戏我充个10000，没有这游戏充10000爽，你能明白这意思吧？能明白的话就不用多说了，对吧？你不明白的话，我再说多也没有作用。活动特惠哦，这个东西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呀，要买的话只能买这里的月礼包，但是这个体力满了，每月限购不太行，275，68给五充，这五充真的有点拉，你就买一个吧。你今天我不知道要充什么，但是待会儿等级升上去肯定会有的，别着急。我们现在距离6000还差一点，这星爵参悟，这个我觉得需要的多呀。这个没有，我现在打不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这两个我们差多呀。这个我们先搞一下。是每周的。每周的，好，没关系。我们还是能玩成少。哇靠，买8个，算了，溜了。等等看吧，打两回合吧。待会儿我们还能再买个300体力，没关系的。阿龙神是很猛，我们这些都会有的。这些卡你要想试玩、想 PVP 打一下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只不过我们。现在的话抽的是这种限定卡池，其他卡出来的几率很低，但很容易就有的了。你们服第一是39万就很服是吧？哎，39万是吧？其实我觉得没多厉害。39万马上会。我跟你说为什么没有多厉害，因为我们的这个可以升可以换，然后呢这个充值我今天拉到6500，再把沙鹰升一下。然后现在我们还是想着先把这个体力用了升升级，然后把该充的充了。每天我们要充个500、600、700、800、900。1000呀，前几天还是可以多充点，没关系的，对吧？然后以后我自己再少搞点。这怎么只有11个呀？不行啊，今天我要抽到600抽的，我现在就只有540抽，不行。我去哪儿搞60抽啊？能不能送我668？这我们先切换一下，这一张进度领取一下。哎呀，这，哎，哎，都一样。我操，还有完成130%的，这个再领取一下。哇、哦、他每一张都送一张这个卡还行，但是怎么完成130呀？哦，探索关卡哦，好，这小龙交给你了，这个有点变态啊。我们都是打到100%，也许真的要像小龙那样去打，就把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都打了是吧？什么东西哪里可以破坏的就破坏一下才行，对吧？副本的箱子都打打，然后这儿有个箱子，先去抽一下卡吧。明哎，好了，这画质清晰了。哦，这个不清晰，这个 CG 不行。好，啥也没有。哦，要用这个买。哎呀，买一次吧。昨天这个白好像也很强。上个白骨精，对吧？那再出个白骨精，我就直接换白骨精上了。我问你，神石的话其实可以多起一下。腰，这个起的不太像，没关系啊。这跟海贼王手一模一样是吧？一模一样东西多了。好，天阶卫士没啥用。腰。哎呀，这个抖了，多抖了一下。天阶卫士，然后再来个零，走你。哎呀，零，能不能出好东西？走你，一心封锁焰，召唤之灵，出一个女娲啊，出一个女天女鹰。我这儿还差20抽，我们买点没关系，先买着抽着，先把这保底抽到。天，小龙写个黑丝，哎呀，出个好东西，活。啥也没有，好，保底了，保底，应该写个低保的低是吧？恶心死人了，好，来了，大圣可以升了。现在我带着大家来升一下，这个今天昨天有一些东西就没有升，先过敏，刚好就差一个，所以一下子加13000，对吧？就很简单，先把等级升一下，星爵参悟，然后我们今天充值先搞起来点，我觉得得要弄一弄啊。哇靠，加300，35万，这个就没有了。充值福利我们差多少？这个6000我们还差一点点，我们先充值吧，各位。
我就保证大家看一个爽的。我觉得猴子差四张，因为他到时候抽到600抽还有点，我们先搞到600抽吧。这个328会给18个，这个会给33个，18更划算一点。对，我们买两个328好吧，一个，再来一个328，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充了6000了。好，充值福利，再来领取一个杀星来了，杀星我们就可以给他升一升级吧，觉醒。哎呀，这个不够，只能升一半，差好多呢。等级升一下，等级升起来，四级。参悟的话，先把这个升了。好，又加了1600，又加1000，这个好难啊！这个升完就差了一级啊，差一级就可以把这个大哥升了。然后呢，这家伙我觉得我要换。各位，你们谁知道这个怎么换呀？我们可以先培养他，我用两个金丹直接升27级。这个升吧，这拉战力很难是吧？但是我这白骨精应该还挺强的，没有充值功能是吧？那这个有点坑啊。现在这是英雄战力加了，那个东西他还没有加，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东西他还没有加出来。哦，这蓝色的又不够了，我们是不是要去买一点？盒才可以，就初级的盒子吗？初级的话，多花点，花100个也可以，给他多少留一点。好，这样就不怕倒浪费材料了。对，所有材料都是有用的。对啊，挺好的。好，点完了。这个要等一等，这边还有20点呢，差不多，但是先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这个等级战力已经比他高了。哎，没有，你把这个下了。把那个对装备一下，3万。好，我们38万了，各位。这里这家伙培养过了吗？培养过了，没有。我记得昨天抽2个这一张卡呀。有一张，就抽一张。只抽了一张吗？反正今天我们用一下白骨精试试看。但这里差一点点，我看一下差多少，差40抽。猴王眼睛。行啊，对吧，我就要来个行。好，出来了。是白骨吗？对，一个新的。这不是 A 啊，那不是 S 啊？不是吗？看一下这啥，这个没有看过。 S 敖灵雷元素，我要猴子呀，我要猴子呀，歪了呀。哎，抽他丫的，重新写，抽张好卡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不用纠结了，这猴子已经抽不到了。这个家伙你觉得很强是吧？到时候我们也可以试一下，都给小龙玩玩看。对，升那个图鉴我知道的，我想多抽一点，主要是呀，气死我了，别的就不太行了，各位。然后继续试炼，抽个礼包，啥呀？这个能开一些东西出来，到时候看能开什么东西吧。哎，这东西肯定要买。26个修行任务，我的天，修行上班苦呀。